我不会拼他的猫的名字啦。欧拉欧里都猜完了啦。对啊，对，应该给。还有什么？还有谁养橘猫啊？对啊，还有谁养橘猫啊？有啊。等下，结果他不是猫，真的不是猫。哎，怎么？哈，他肚子也太大了吧？他肚子怎么那么大？哈，你在画什么？啊？不是啊，刚猜了。有那种胖的猫是谁？哦，白痴哦！他真的很对，太白痴了。其实刚刚有人有猜得很接近。刚繁星猜超接近，他是字不一样哦。对，是这个黄吗？打错了吧？应该是另一个黄吧？我不知道。对，这字打错，应该是打错了。原来是选字哦，我没有看他手一堆猫咪变成题目啊，什么幻若飞因为像主人，不是啦，那个真的黄马本身就很胖哦，没有，黄马真的是胖胖的，很可爱，真的很胖，他真的很可爱。现在三角更胖哦，真的假的？对，现在三角最胖。我一直以为是阿马哎，啊，这是什么？没有，之前是阿马。哦，这个是。章鱼人很眼熟啊，章鱼人啊，啊不是章鱼吗？拍谁？看起来很像那个章鱼人。哇，很会吃哦。OK， 原来如此啊。等下，哈基你自己讲了一个超大的提示，然后你就往那方面。大的提示。等一下，我知道旁边有个很会吃的女生叫什么名字。噔噔噔噔噔，快点，请往那方面去想。他越吃越多了。我还跟他拍过照哎。那叫什么？选字选字选字。哇哦啊哦啊哦，是芊芊呐。哦，之前不是露露。你刚刚是想猜露露对不对？对。芊芊。可恶！哎，芊芊跟露露，我不喜欢露露。哎、欸，你却哇，讲出来了，早没看到我个人有喜好嘛？也是啦，我都没看到。哇，你我觉得你是最享受的哎、欸。啊！字为什么每次都会变另外一个字啦？各有喜好啊。干嘛、啊、那么开心？哇，肤色也太那个了吧！拜托，我的画工无能人敌。这是讲极尽照是不是？写地狱啊！谁啊？扁你哦！为什么？为什么是这个话？为什么？他看阿米狗的图吧。对啊，他看阿米狗的那个群组图。他只想选谁呢？哎、欸，我看到、欸、你又跟我一样啊！我在看那个，为什么是那个脸？哦，好。所以你刚刚有看到题目原本有什么吗？没有看到。两个字。一定要先猜这个，小大小吗？啊，好，啊，马铃薯，嗯，太阳月亮面包，你忘记猜蛋黄了。它就一坨黄黄的、啊，嗯，这神话面包哎、欸，有什么 YouTube 跟面包有关啊？啊啊啊啊！它明明就三个字，
菠萝是谁呀、啊？那个，他的全名是三个字哦。对啊，他是三个字啊，这个是三，没有，观众出的啦，观众出。是，你要选字一下，选一下字。哦。对啊，他其实是小佐久，真的。这叹气也太长了吧！你这是最享受游戏的、欸，这样很棒啊！这是什么？冰箱？啊？我在画什么？在画什么东西？啊？几个字啊？我没办法点印的，哦天哪！它还有什么颜色？好，随便啦。啊？谁啊？啊？完了，你们猜不出来。啊？这是腿吗？啊？然后好像是这边这样吧。什么挤啊？随便啦。我不知道后面画那个界面，你在干嘛啦？啊，你们看不出来吗？我是知道，好像是那个啦。我左脚踩哪个那个是吗？不是哦，好吧，我猜错了。你是在说那个人玩的这个游戏吗？这不是吗？阿红啊，你知道玩神魔的人很多呢、欸。我想说你们怎么猜，应该都猜得到他。刚才看到像神魔，我要选哪一个？我选这个。我要先说另外一个是阿纪，但是我没有选阿纪。我因为我觉得观众可能会更想看我画这个。啊！而且我还有非常快速的哇！哎、欸，你这个真棒啊！啊，我找不到是哪个啊？是返回几个字啊？为什么这个会出现在题目里啊？排斥！我不懂什么。你要看一下他现在穿什么？他现在穿什么？你在选错字。欸、我刚是从哈基跟艾莎乔中间选。怎么会有这个啊？观众不是不够。这个题目真猛。对啊，都只是观众听那个嘛，哈基复制上去而已。对啊。这是要快去，不然会睡着。我画。哇，哇，太多字了吧？哇，应该是英文吧。是英文是不是 ？OK，English。OK，English。一二三四五六，六个字的英文。说真的，你要英文看这根本看不出来、啊。真的。看看哈基在画什么，开始猜那个ice cream。不是，不是，他那个名字怎么拼啊？白痴哦，等一下，哎呦。Yeah， 会了。我画的是他的影片常做这种系列的。对。我猜到，啊，他不是这样拼哦。你应该是少一个字，对不对？跟我刚刚一样。我 Joyman， 刚想说 Joyman， J O M A N， 对。
JUMAN 不对，是 JOE 啊！哇靠，好屌哦！什麼我画完跟你们说。哎呀，哎、欸，嗨 ，Moco， Moco 安安 ，Moco 要不要来玩？我跟你讲，刚刚那个团团他在前面很精彩。没，刚刚是谁画马的？哦，是喵什么哈什么？对。刚、哦、刚有一个人说他认为 Moco 是马，他认为 Moco 是另外一种动物，这个我就不好说了，可以去看一下那个记录档。这几个字、啊？三个字。等一下，谁的嘴巴是这样啊？谁啊？一堆人传讯息，哇，真的假的啊 ？Moco 啊！哦哦哦！那选字，那叫什么意思啊？我忘记了。耶！我跟你讲，另外的题目是叫玩 game。这个叫什么？这叫什么？哎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林俊杰，林俊杰，不是左边是玩跟右边那个啊圣结石，我说哇塞，哎、欸，我觉得这个题目可以玩很久哎、欸，我可要不要来玩？来玩一下，我、欸、来了，我可以来一下，你要中离也没关系啊，对啊，这个中离没关系，你直接来 Amigo 的 DC 群就好了，完了，完了。完了完了，直接开始打他可能会得罪的人，得罪啊，我完蛋了啦，得罪的人，这是谁啦？哇塞，我觉得我们有新的封面图咯，这是谁？我要选他，我要选他，什么东西？你这样不行哦。有猜了，那是谁啊？哈橘猫应该也都猜完了吧？不会又重复了吧？有时候请相信自己的直觉。不是不会画了哇！还有哎、欸，你有两个黄爸爸哎，对，有两个黄哎、欸，对耶，哇，哦，为什么又是他啦？啊，不会画吗？另一个，你知道刚刚我另一个是什么？刚刚那个是喜天，喜天要怎么画？你就画那一只动物啊？他是什么动物啊？哦、那是喜德，我想到另外一個喜德吧，你是想到别的了，你想到喜德啊？四个字，分一半。哦，汽水，葡萄酒，葡萄酒，花呢？嗯，啊，咖啡。啊！是，直接把戏看到了打出来。哈，好猛哦！你要想到左边那个是什么才猜得出来，左边那个究竟是什么？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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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、欸，我瞬间遗忘了，我刚另外一个是新培，好难哦。这有些真的有点难画，干嘛？就猜字啊！我要得罪谁啊？天哪！开始猜可以他会得罪的人喽。得罪啊！对不起你，哎呦喂啊！我会被挤啦，这几个会被挤啦。什么啦？谁呀、啊？挤啦！这个多怕谁啊？我有对啊，你多怕、啊？谢谢会员，好好啊，哦，要被头发画好，然后，感谢会员，等下眼睛先画好，哦，又有，
什么鬼？然后脸准备好了。好。感谢新会员。被他气，我被他气。感谢五月鼠喵，不好意思，我会被他气。为什么？是下巴吗？是下巴。被他五月喵。不是啊。靠背啊！为什么你知道啊？为什么？你一定会被他气哦。谁啊？其实我不认识他。他是不是会画画？你可以跑，你可以画一下。他跑去哪里？啊？他是谁？然后最近还有在开台啊。哦，哦，是他。他明明就有一个图。你傻鸡，怎么得罪？